段的关心，时代力量在这一次大选中挫败，不止没有拿下任何一席立委，就连3%的政党选举补助款也没有拿到，是引发财务危机。那对此，代理党主席王婉玉也表示，已经开始了募款活动，目前涌入了数千笔的捐款，另外也有超过200人来入党哦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。带您一起来听。从选后到现在，虽然不到一周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已经收到了数千笔的小额的捐款，那也超过200位的党员来申请入党了。那这些党员当中有超过60%都是年轻世代，25岁以下的新世代的年轻人们，显示出来的是时代力量对于年轻族群，对于社会大众都仍然维持有号召力。其实如果我们面对到民众党的黄国昌，我们就不能批判，不能检视，那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检视民进党，来检视国民党？对时代力量来说，所有做得好的我们当然都愿意支持，所有做得不好的部分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党，我们的确也应该也必须要来做一些检视。那我想对于时代力量来说，这一页是已经翻过去了。好，是可以听到王婉玉除了表达感谢大家在给予时代力量支持之外，他也是表达说，这一次最大的检讨败选原因呢，其实是因为这个组织不足，而且媒体声量也不够，将来会再改进。不过另外呢，也是被问到说，陈昭华在选后也检讨了这个王婉玉，说不应该在节目上来批评黄国昌。对此，王婉玉也是反击说，如果没有办法来检视民众党的黄国昌，那他们有什么样的资格来进行检视民进党？